这俩又要用250哎呀，我操！又造了双命，好伤啊！又 A 记下 ，A 记下 ，A 记下。妈的！怎么今天这么容易搞这个呢？不过是练习就无所谓，比赛的话只有硬着头皮打了。刚才不就硬着头皮打过去？对啊，刚才就硬着头皮打，伤了一逼 TM， 差点跪了。你别说，有点影响。练级效率慢了。对，练级效率慢很多，刚才差点跪了，后来靠六级牛哥，我操！神牛把人家踩到高潮了。我试试那种，就是像刚才那 TR 那盘那样，牛哥快一点。哦，但这个图你过来的时候 ，DK 也出来了。嗯，哎，你刚好有骷髅。嗯。刚好有骷髅可以练级。要还吗？不还不还不还，给个共享。你不还木头总要给个共享吧。我知道，如果不还我在想我怎么造什么建筑先。Human 这看这个祭坛造法应该是开矿的，开矿的应该是那我们上来也把矿点撸掉。嗯，上来就撸这个呗，先撸个小的 MK， 可能是双 Human、双人族吧，估计是。应该是双 Human。 哎呀，我这个 DK 不能过去了，现在算了，我过去还是骚扰一下吧。对，拖着他别给他练级，练那么爽。看着就行。支援个骷髅，我去练分矿。嗯。
骷髅我自己控了。好，你控。祝我好运，别过去就被人家给锤回来了。都练不了了，这个。你去。搞成疯狂。对啊。我来控啊。我来帮你防就好了。到我家了。哇，强行的换你的蜘蛛啊，这个。没事，换了换吧。哦，大法师我围住了，大法师围住了。行，他大法师回城了。风开不起来了，死完了农民。嗯，那也可以。呀，他塔还要爆。我这 MK 有斜视点。我操！哎呦，小心、妈的有些不好围的。好，杀农民都杀到二级了。哎，他要抢宝的，抢不到的。我操！怎么能摸得到啊？这个位置没有，他把你锤了，把你锤了就摸到了。不是把我锤了呀？我、啊、我觉得那个地方捡不到地上的东西。MP 数还挺强的，练风矿吧，练风矿吧。没事，他那边矿刚好。大法师，可以杀，他没有那个。他传送在 CD， 传送在 CD。那他死了。哎呦，他对秒啊！我能回城。好。那个绿皮。哎呦，我这个有点虚，我操！这布兵好多呀。那你走吧。这布兵有点多，我操！你给我木头吧，输三本。我输三本双倍就毁灭，打算了。试试呗，我就怕毁灭太久，每次跳毁灭都出事。来把分，把你去练分矿，我练商店。主要他们这个是布边海呀、啊。哎，我感觉要换我家，我感觉我升不到三本。对啊，我就很容易三本每盘都是这样的，很容易被搞。嗯，算了，单 BH 单 BH， 这个不好双 BH。我感觉那就是你升三本也不要双 BH， 双 BH 他妈太拼了，双 BH 就等于说把所有东西都等到三本发力了。来我家了。这是在外面找他们打。哎，小心点，一会儿别被围了。我知道。我跟你汇合，那个在你家。看到了。你去搞你家的就行了。哇，我守不住啊，这个。妈，顶的风都免太多了。
我只能强刚英雄。我家也不杀敌吗？行了 ，TP 了。我操我操！哎呀妈的！我没看到他，他回的是这边，我被 TP 搞死。我加，给点资源。这下难搞。我 TP 到你家吧。TP， 我去你家帮你扫。嗯。那么顶盾步兵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兵种。他主要不要命啊！他这个是随便来的。他一本能打三本的东西，太夸张了。太不要命了，这东西。MK 来了。记忆吧，刚我没看到那个，我在围大法师，然后没看到，他回的这一边。过了一次特长啊，过了一次日常。顶轮方面确实是兽族加 UD 的痛哎，没东西打，没东西打。兽族地洞也是怕这个，就他只要两个顶轮步兵来你家，你就一定得分兵或者回防。如果再加一个大法师，那就很难头疼了。以前我看他们打的时候，用那个打的，那个还恶心，就是说开矿完了，有一家双 BB。然后步兵就直接放到那个兽族家里去。对啊，就是这么玩。打着打着，然后地图全爆了。你对面好像是精灵。啊，精灵是。就是顶端步兵可以无视你所有的东西，基本上，就你没有克星。有克星都三本以后了。对。哎，给个共享，给个共享。兽族加那个暗夜是吧？精灵，对的。DH 吧，应该是。不，我觉得是科技，他们不会用 DH 吧？有可能，我看一眼。算了，他们那个打法应该只会用一个 科技。他们好像是在练那个雇佣，我
我看看，要不就疯狂，所以应该是 DH， 很有可能 DH， 有可能。我去看一眼，应该是开矿吧，我觉得。练完了，练完了 ，QG，QG，QG。哎呦喂！我这个剑圣那么凶，他剑圣很残血量，应该不会去你那儿。哦，开矿了已经。开矿，开矿，开矿！直接去练喷风矿吧。这个我也不过去骚扰了，他直接丢矿了已经。要不要跟他们干一波？干不过呀，干不过呀！我觉得现在，先让你刀三吧，这盘，我感觉你刀三比我重要一点。也行。你加。我去帮你家防守，他单传了。嗯，练工兵吧。你练完工兵，你买一波工兵吧，直接是打。你行。但我不太想买雇佣兵，雇佣兵还没大技厉害，反正穿刺有你吧。行，在我这可以围他。我操，没猜到。还可以踩。啊，回城了。我给你贴个药。打雇佣兵，你有粉的吧？有。他后面有个精灵啊。我反正没骷髅了，现在。先打人，打人。嗯。他可能要强撸。我们强，哎呦我操！妈的，这个傻逼石头，他妈！这石头好配合呀，大蓝一个，踩我一脚是什么意思吗？不，捶我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好尴尬呀！没事没事，还行，能接受。来撸过去怎么样？你到三吗？你快到三了。我到三无所谓了，我没蓝了已经。打吧，过去打吧。妈的，这石头哥，杀了就能到三，好三了。走走走。我也拉个农民去掐掐的摸个矿。直接摸一个兵营，把兵营先拆了。你打你的，嗯，在外面的，踩了。我没蓝了，直接点兵吧。我觉得他们那边打不过我们。是打不过我们的，现在打。
他们精灵也没了。别追，别追。我摸里面的矿吧，你帮我卡着位置行吗？他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飞龙来了，有一百木马，我送个网。有有有，我英雄就找机会，我英雄。我有点顶不住了，牛，我可能要回城。回城回什么？顶不住就回。嗯，我知道我在跑。我他有这个，他有鞋，我还是回吧。嗯。你走吧，你走。我回了，我回了。嗯。我觉得还可以去找他们撸。他来我家撸了，你过来。行，我过来。直接转头转头、嗯、我血太少，我找机会、嗯、他来了，转头了，飞龙没啥用，飞龙在撸我地洞。嗯，我马上到了，来，剑圣找机会杀，能踩吗？能踩。哎，没有蓝，但是你行了行了 ，A 地面就行了 A。哎，剑圣，能杀吗？好，能杀能杀能杀。去撸他们吧。走，走，再去再去。我车子有了已经。嗯。我回家买个透明就过来，我的兵先跟你去。要么撸兽族主矿，哎，撸主矿，撸主矿，走，去撸主矿，那个太远了，封矿，直接搞主矿行了。这儿，这儿，你要找机会就是打那个英雄就行了。嗯、这种组合边儿不怕的，就怕那个英雄起来了，可以过来撸那个祭坛什么的。嗯、我这里先把地洞。你撸地洞。他那边就捋的手，捋的手现在没用了已经。牛头别死了。嗯，小鹿再出。没事，小鹿无所谓的。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卡个路口，跟他干。我把这个洞抬了进来。好，抬了。你分那个边进去吧，还有一个地洞分不进去的。啊，行行行，别追别追。嗯，我回来了，去你家了，我去买 TP 吧，你给我钱、嗯、你买 TP， 你把基地给拆了呗，给我钱。我 TP、我们俩先把基地卡拆了。嗯，我 TP 扔地上了，你自己拿。我有我有我有，你自己拿、哦、是吧，那我 TP 了。好好 TP 到那个 KOG 下面， KOG 下面直接跟他们打正面。小歪行了，死了。好好，可以。我这边三门好了，走走走，撸过去。去暗夜主矿吧，我去买个球，然后那个等部队汇合就好。
先结合，我去买传送，然后买完球就过来。哎 ，DK， 没什么。我操！那搞得我只能回城啊！我这个。传送不行吗？传送不行不行，无敌的时候传送要被残的这个。没事，你直接撸他就行，撸他就行了。你直接撸他。我在里面守着，应该打不进来的。我去撸，我去你家吧。我来撸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外面。小心你的兵。我回来了。他在我家拆我外围的，可以不管。我们汇合一下，对，去暗夜家。买个。撸他，撸基地，撸三本。好，我去撸三本，帮你贴个药。你要回城吗？不用回，不用回，他就你们两个飞龙，拆完他，不亏的，我有掠夺，随便跟他换。你家你路上的兵小心，家里最好变点红塔，他就打不了你了。我还有 TP 的无所谓。那小鹿还真的是，我理都理他那小鹿。我传送过来了，可惜。他换不动了已经。没事，跟他换嘛，随便换。你加我 TP 吗？不 TP， 不 TP。他那个暗夜过去了。不急不急。你这样吧，你那个直接去，我们俩直接去把他那个风矿给撸了。好好好。反正我家是一本的，就是没有必救的价值。反正大家都一本嘛。来换，随便换、啊。这换家是有点厉害啊，这个。反正我们要掠夺。就是个刚，刚死他们。他们刚才是没东西出了，只能拿飞龙来过渡了。说那个地面的全部要被那个蜘蛛跟大鸡点完。没有顶盾步兵是舒服呀。对啊，我突然发现没有顶盾步兵，我啥都点得动。妈大鸡女的手一点一个水，我妈有个顶盾步兵我要哭啊！顶盾步兵真的有点难搞这个点。妈顶盾步兵跟个 bug 一样。以前顶盾步兵都没那么 bug， 加强了一次。然后就无敌了，感觉加强了什么？加强了反弹。哦，对对对。以前就是只是减伤，后来加了反弹以后，我发现谁都打不过他。对。我记得什么，顶盾步兵可以在泉水 solo 一条红龙。对啊，把红龙勾出来，顶个盾，然后红龙就弹死。顶个盾，然后红龙，然后摁个 H， 顶个盾，然后在那里。然后过一会然后过去看红龙死掉了。反正飞龙小鹿蜘蛛都打不过他，只要穿刺的都打不过他，太屌了。只有 魔法的能打，只有毁灭这种东西能打的，一打一片的。对，他
他就怕 IOE， 别的不其实不是很怕。我刚才那个矿开得很舒服，他们不知道有一个暗夜。嗯，暗夜 human， 哎呀，又要来塔你了。哎，我出了剑圣，妈的！哎呀，给个共享，给个共享。嗯。忘了这盘聊着聊着怎么点个圣歌，那你砍那个 QG 吗？我去练级。你练吧，如果你能练的话，他们已经过来了啊，已经过来了这边。砍 QG 吧，就把 QG 的血线也行。他们来我家了，不一定砍 QG， 我觉得砍大法师可能好一点。QG 他回去喝水的，然后一个单船又回来了。哎，蜘蛛别过来，蜘蛛，嗯，小心。你先练你家门口吧，他估计直接要造塔。他直接造塔是逼团的，直接来踢啊。怎么办呢？现在换家也换不动了，换不动了，这个只能怪守，守吧守吧，强行守吧，把狗也拉过来，早就把英雄打跑了才可以，不打跑英雄的搞不定的。哦，顶就好了，就搞英雄吧，就搞英雄。小心骷髅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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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精灵大精灵爸爸呀！你真是亲爹呀、啊！你这个……哎，先把那个 BP 点了 ，BP BP BP 好了。哎呦，有 C 吗 ？C 他跳技发。嗯。回城了。往我里面退，我家里面有塔。你有木头吗？有有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给你。哎呀，你要被劫了一个。劫了一个不该去救的。我现在我被劫了，我都不救的，我的兵救不了。完了，剑圣，哎呦，差一点。没事没事，剑圣可以扭，屁股一扭出来了。有可能搞我去了，弄我了，过来吧，走。先把水人点了，集合吧，我五个支柱了。好，填身份。我觉得打得过、啊，
目前是打得过的。哎，漂亮，味道好帅。他没 TP。啊，可以开个技能练级了，我操！终于能练级了。七四吧，七四。七四，直接练，练完七四四，然后奔那个，奔商店，商店奔完奔大点。你有那个吗？有那个木头没？我狗死过，没补过。好好好，你现在。那我这把木头都领养了。行行行，可以。打了个大雪。嗯，你怒点女的无视步兵就行了，最好还是要拖一下，大法师快到了。嗯，很多残血的，我先哦，那个大雪给你了，你拿着，嗯、我不要了。别追了，去练级，去练商店去。商店其实是都行，都秋季啊，练不了，练不了，他过来找我们干的。我拿一个骷髅上岗，等一下，去你家，去你家，我得补一下。我这是不是很残？去我家，嗯，去我家你补蓝。你小心点，先小心点。我把我那别勾到野怪，别勾到野怪。他们可能要去你家啊。去我家，我又没升基地。你得升，得升。我没木头，现在一点木都没。等我升基地了。跟他们打吧，我觉得打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说了不算呀、啊、我们开不了团的。那练吧，练练练。我也想打嘛，来点木条用吗？我要木，我去，算了，我补个狗，我补个狗、嗯、你不是补一个去我家，我一下子还打了个吼叫，还可以去我家，去我家。嗯，哎，你那个本最好取消了，升不了了，现在升不了了。嗯，我才基地嘞，调一下蜘蛛阵型再打。嗯，不能急，急不 了。等我顶上去。你坚持小心点，我有大血、啊、你点后面的女的，我点女的手枪。没了，女的点完了，好、啊，搞定了。好、啊，这个蜘蛛点水的还挺快的。哎，第一次打二百五流，感觉有点希望。而且是剑圣放下来的，好吗？还是剑圣放下来的 ，hold 不住了。居然把二百五干死了，我操！妈的，人生第一次，哎。不，就是得你造塔，然后我双并赢，单并赢真不行。早就说了我要造塔。我单并赢真不行的，我必须得双并赢来包边儿。
保存一下这个这么有历史意义价值的这个，回头研究一下，妈的！亚拉奈卡，我觉得是蜘蛛数量上去了，还可以，好厉害呀、啊！那步兵也要多，阵型只要好，女的手点不过蜘蛛。其实最关键，我觉得还是那个他的 QG 死掉了，那里很对那一波的时候，满蓝直接被围死。就我之前就是那么想的，只能把英雄限制住才能打，就找他失误，然后用加速卷轴去围。哎，我觉得我爆边就是你守得住的话，你升二本还可以。你小歪出来了，有一个成长性的东西。我升二本，其实二本好了也没东西出的。刚才我是还出了 BS， 但是人口满。其实刚才我蛮多钱的。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也要升本，你本不能太慢。我升本得慢，我升本得慢一点，因为女猎手多了，只有我去点。他步兵伤害不高。但是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空期，就是你那个已经到五神口了，对，就比如说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你已经到五神口了，然后这个时候离你的二本还很久，我就觉得很被动。这个就如果你有小歪的话就不被动，有小歪的话我们可以当他们面跟着去压点，压点练级都挺好的，只要我们二英雄能出来一个就很好的，因为二英雄出来了的话，我们练级着，然后我升本就很安全了。当然那种我升本一点都不安全的，很难升，我觉得。嗯，优地升本太难升了，你收入升本好升一点。有个奥克。啊好。兽族升本是好升一点，但前提是得不被打死。对，像刚才那种就很完美啊。上来能守住就还好，就是其实立两根塔，就是如果他们一直要。拼了命的一定要把我塔下来的话，那也是可以塔下来，但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升本了，就可以拖很多时间，两根塔到他推进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让他们塔下来，他们决心再足我们也得守得住，一矿打两矿还是打不了，一矿打两矿，因为打到后面的话他那边出个 MK， 我这边也超级难打，我就算三矿好一打也不现实。那边是 human 加 Orc， 好练这儿了，那我去骚扰吧，我一个大技先去看看，你的蜘蛛我控了，好摸到一只小的也是经验啊，苍蝇腿也是肉啊，大哥别吓我啥，中间是血圈，我知道。哎，图好像错了吧？图是错的，但我只有这个图。有点尴尬，没事没事，将就打。哦，闪电盾，闪电盾，将就打了，将就打了。好，你懂的，兄弟。妈的，加有闪电盾那就。我这尽力了，杀了四个农民。嗯，这边是换了一个蜘蛛，换了一个大。没事没事，我回家就行了，蜘蛛回家就行。来 ，DK， 我们把血泉一练。好，他不边在这边。没事没事，撸他。大法师找机会干一下。卡不了。卡不了算了。你封个大局去他封矿那儿吧。
没东西吗？对，啥东西都没有，它空的。那去吧。打后面的吧。哎，中间泉水一列。嗯。哎，得帮我。我操！怎么会好、哎、还会掉这种宝物的？没事没事。他要抢的，我在这里我去 A 他疯狂的就没了，走，可以去 A 他疯狂直接就没了，他疯狂就只有一个圣塔，嗯，第二个塔在变，刚造好第二个塔，可以 A 我这波有闪电盾了。哦，A 板子，把圣塔一点。嗯。他建了一个错误的图，感觉他们要哭哎。哈我这个版本尴尬死。你有木吗？我直接出三本了。有，等一下。大法师。好。全给你了。啊好，剑圣没蓝。剑圣死了，剑圣死了。好好好。我 A 基地。我点大 G 吧。你拖一下，我马上把基地 A 掉了。嗯，好。好，爆了。好。我觉得能把那个给撸死了呀，他们就没东西了。现在，剑圣还死着的。走走走，别给他伤电起来、嗯、啊不起来，别给他回血就行了，起来无所谓、嗯、上，我先点大G，这个大法师，大法师 我打不了，我打不了大法师的，打不了算了，我来、嗯、我就在下面慢慢一个一个点就行了，你点他的兵，小歪来了，嗯，小心一点，这波撤一下，撤一下，拉出去撤一下，我这边没血了、嗯、那回城，回城不行就回城，都不回城，去泉水，去泉水，不回城的，我操，妈蛋，伏兵三百一，好、哦、大法师死了，小歪小歪小歪都秒，哎呀哎呀，还是牛哥给力，我操，牛哥凶啊！看几点了？休息了，休息了，明天打。嗯，行行行，今天可以，今天成功复仇了。哎，妈的，成功的把蛋法哥教育了，调教了一下。你们打赢那个第一轮的吗？好，我现在下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今天的魔之魔上的一个直播就给大家直播到这儿。是吧，这今天是复仇了，爽歪歪，来同学们走一波鱼丸，来走波鱼丸，走波鱼丸，走波鱼丸，是吧，250不行了，我们是成功把那个250打成蛋塔够了，干得漂亮。
好，感谢大家的各种鱼丸，今天是打得我很爽，然后大家也是看着特别爽，我懂的，今天是打得特别特别得劲儿的。明天虐是吧，来日方长，咱明天再调戏蛋塔个儿就好了，完全不虚。好，感谢大家送的大量的鱼丸，那么今天就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啊，不对，明天看情况，明天有个水友赛，明天有个陈少杰水友赛，明天反正如果会打魔兽的话估计会晚一点。好，先撤了，拜拜。